No combination of words I could put on the back of a postcard. No song that I could sing, but I can try for your heart. Our dreams, and they are made out of real things, like a shoebox of photographs with sepia tone loving. Love is the answer, at least for most of the questions in my heart. Like, why are we here and where do we go? And knock on my soul hard. 好，我们现在打开到295页。诶，大家呢？没关系，我们继续上课。第一题，一加一等于多少？那是不成，不成。你知道了。啊，对不起老师。喂，下一题是不是上课？你可不可以帮我找去写课文？哦，可以可以可以帮你。哎，请安静。对不起，老师。第你喜欢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现在约他们出去吗？真的吗？真的。怎么办？我们问他们的电话号码。不行不行。我先去。请坐下。对不起。同学们再见。你很漂亮啊，你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呀，哈哈哈哈。你们要跟我们去餐厅吃饭吗？我跟你去。是。那他去不去啊？他去了。我可以跟他去。好吧，我跟你去。我可不可以有你的电话？好吗？626128793。OK， 谢谢 ，Bye guys， 再见。我的电话号码是6263277787。不一样，为什么？再见，再见。喂，喂，漂亮女人，什么事？这是不是 Vion？ 不是。那这是谁？这是 Rexilla。对不起，我打错电话了。Hello？ 这是 Vion 吗？加拜尼。阿古玛，我以为是。什么 ？Orangko Block。喂，我的药在哪里？我的药，我不知道我的药在哪里。哎呀，我的药，哎呀，
谁有我的药？你的药？什么药？是我的医生吗？我不知道你的药在哪里。你不是我的医生啊！闭嘴。我写错了电话号码，没关系，我问 James。喂。James， 我费了很多力气打电话给他，但是我可能写错电话号码了。我打电话，但是别人接的。真的吗？为什么？不知道，但是我最后。我要打电话给你。那没关系，我打电话给别人。那再见。再见。为什么啊？